来不来？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就是啊，耽误时间。马上就要行叩拜仪式了，怎么还有人没来？周叔，去看看经理好了没有？好。是有点。老姐姐，你这个准孙媳妇儿，不太懂事啊。 吉时也快到了，耽误了吉时可是要出晦气的。要我看啊，准孙媳妇儿来就来，不来我们就开始吧。我赞成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久等了。苏锦梅啊！ 哎，行，说啥呀？行，就是这样。既然这样，是这件。这件。我妈留下的。来了就好。大家进去吧。